不是称赞对方你做得很好，而是向对方传达感谢之意，你应该说谢谢你的帮忙。只要能够让对方体验到被感谢的喜悦，就能够使他自发性的持续做一些对别人有贡献的事。我是文宏，我在生活中阅读，新加坡书展邀你一起阅读生活。